上班开始得了，开始得了。那已经你有人不去了，缺电了么子，用都没得。他缺电过了来，上班开始得了。你们大人不用都怎么了？没不用都，但咱们领导用都没得，现在农民来，他天天过了几家得了，缺电的上班开始得了，缺电刚多。缺电的，这年人呢？这俺那你们那么的，开始得了。 真的嘞，真的嘞，你。那么养不明呢？那俺那那那么养不呢？哦，来来。你那你们也养不呢？来来，不要我。你那你们也你不能了，别养不呢。哦，没了，要我给老师。哦，你那，你那你们也养不呢？对。俺你们那了，你那么养不嘛呢？对对对。那么我那那那养不明呢？对对。你们嘛呢？那你们呢？来，那你们那我不要，打包过来要的。 我那忙没呢。哦，对对，打包过来也不要过来。那么的呢，农忙也不明路，也不明路，也不明路嘛呢。对。我那也不明路，忙也不明路，不明路，不明路。明年嘛呢，明年你们也养不呢。对对对。明年嘛呢，明年你们那也养不呢。对对对。我那农那也养不呢，跟农不那也不呢。对对对。我那农那也不呢，跟农不那也不呢。对对对。明年嘛呢。 对对对，老早俺那都是接人家，俺那打包过来接给他。